看看新闻网。66岁的肌肉男施瓦辛格还真是童心不改。日前，他重回之前在加州的健身房，录制了一段公益性质的恶搞视频。这位前加州州长希望通过这个搞笑的举动，鼓励明星们帮助低收入的家庭的孩子展开课后活动。为了这个美好的愿景，施瓦辛格也是豁出去了。在视频中，他戴上了黑色的假发、小八字胡、棒球帽，伪装成健身教练。不过要说施瓦辛格的名气实在太大，才和人搭讪没几句就露了馅。视频的最后，他也是暴露了一点小自恋。他看着过去自己健美先生的相片，忍不住夸奖这小伙是有多帅呀。Wow, he looks so good. 娱乐新编辑综合报道。